同学们好，我们今天呢要教大家呢画连帽。连帽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画谱上的啊这个画法嘛。它开始呢是这样的，先画一个嘴巴，嘴巴好了以后呢，在嘴巴呢中间呢加一个眼睛。那么接下来呢把这个头啊画好，画好以后呢画那个颈部啊，这颈壁上面的加了几笔，那么这个好了以后呢，接下去呢，啊，你看这样，再加那个壁上的羽毛啊，那么一点一点的这个羽毛的尖头加好，羽毛的尖头加好以后呢，再加胸部，哎，胸部啊，这个大体啊，这个地方加好以后呢，接下来呢，就把那个尾巴，哎，补好。尾巴好了以后呢，最后呢，加上那个三角，这样。好，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啊。先我们又可以用一个小小白硬币啊。那么一般的小鸟呢，你不能画得太大，最好呢跟那个鸟的大小呢也差不多，所以呢应该差不多大，那么我们呢先把那个嘴巴啊画起来啊。画嘴巴的时候呢，我们先是那上面这一笔画好，上面这一画好之后呢，那么下面下成一笔啊，那么这个画好以后呢，点上那个鼻子鼻孔那就啊，鼻孔好了以后呢，那么下面嘴巴它又张开了啊，这样，那么好了以后呢，在这个对上脸上面呢，加上一只眼睛，白眼眼的啊。又有凸眼睛的了，是这样啊。那么眼睛，这个圈外圈好了以后，那么中间呢，点上浓的，那么点的时候呢，留有一点小的白，这样呢有点精神啊。那么圈的也不要太圆，稍微的凸眼睛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这支笔呢，笔上呢有点浓的没了啊，浓的没稍微淡一点笔，那么这个头上啊。那要铺笔啊，把这个头部用铺笔啊撕出这个头上的毛啊，这样撕好以后呢接下来呢，我就这个颈部的毛啊，撕一下，那么可以呢用清水里面啊再混一下啊，颈部呢那稍微阔一点，淡一点。好，那么接下来呢，他这个两个肩膀上面的肩膀上面的一个动态，把它画成那么再阔一点就这个阔有一点阔这样，那么这个好了以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半圆圆的羽毛结构把它勾出来。短的硬的羽毛啊，那么接下去呢，再蘸一点墨啊，蘸一点墨呢，什么呢？从这里浓的过来，那这里带了，从这里过来，那么这一边呢也要加啊，也是浓的啊，从这里过去，这样啊，那么。这边呢可以带一点，都是硬的羽毛啊，这样。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几根长的，长的呢也是比较浓的那么你可以从这里画出去，这样。基本上呢，以那个翅膀啊，这个颈部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它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把那个下面的嘴巴下面这边把它夹起来，这样啊，它是张开了啊。那么眼睛呢，这里呢，我们再用淡墨水圈一下，
那么因为眼部呢有点往里面凹进的，哎，这样一啊，那么把他的哎下巴啊、胸部的啊，慢慢的、慢慢的软下去。那么在他的胸部啊，你可以用一点哎带的哎，有点肘子边的有点破的哎样子哎，这样腿部啊，后面啊，再加上几遍啊，好啊，这样好了以后呢，哎。那么尾巴要把它夹出来啊，尾巴呢从这里夹啊，面上的先夹啊，那么在下面你看啊，一般的鸟儿啊，它的嘴巴短呢，尾巴是长的，哎，这个是一个规律，你们看好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画那个鸟的脚了啊。鸟的脚呢，当然你可以直接像写字一样的哎，一蹬啊，这样一蹬哎，当然也可以上钩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啊初学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比较哎方便哎。那么，哎啊，那么那边一个脚呢，比较那在这个地方啊，要竖得高一点，这样，那么中间呢，补上树枝，补上树枝，树枝呢，当然也可以啊，带一点。反正哎，画花枝的时候已经教过你们了啊，画树枝，哎，就是这样哎。当然也可以呢，树枝画好留在这里嘛，再加鸟也可以。那么现在鸟画好加枝，哎，一样的道理。哎，那么加枝你要注意啊，这个有枯有实，哎，这个很要紧的。这里呢，这里呢加上这个小小的石头啊。那么一般呢，扎颜色的时候呢，这里是有拿一点小的淡淡的朱红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用水墨来画的鸟类型啊，慢慢的呢，我们再加颜色。好，这个鸟呢，基本上画成了啊。我们再啊，我们再画一种啊。啊，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呢要画鸟的啊各种各样的姿势呢。有的呢向下的，有的呢我这个头呢仰上的啊，有的呢是飞的啊，有的呢一种跳跃的，有的呢一种围钩的样子。那么在画布上呢有许多姿势我们都可以画啊。我们现在呢画呢这个头向下的，向下的我们开始的呢，你看啊，先画眼睛，先画好啊，眼睛我们先切一下啊，把眼睛那也切成不要太圆，因为呢向下看到这个头顶呢也是拖眼影的，这样呢把眼睛先画好，眼睛一定好以后呢，那么眼睛对出来呢，哎，这个对出来呢就对到那直对过来的呢就是嘴巴，那么把嘴巴先安排好，哎，嘴巴安排好以后呢，这是上面的嘴巴啊，那么下面的嘴巴呢在下面呢也补上一边，哎，在这里，啊，这样之后呢，看着这个鸟向下了啊，那么我们把它的头部啊，那么地上还有墨啊，可以用哎，啊，头部呢有点墨，我们可以用深的颜色啊，这样啊，那么
它又画出来了啊。那么在它的下巴啊，也用带一点的画出来。那么衬上这个壁上呢还有一种带嘛，那么这里需要带，因为这里浓了，那么这里一定要带来呢。你先让它湿壁好了啊，慢慢的一笔一笔它抠起来了，让它抠，由浓到淡啊。那么这个壁画好以后呢，那么两边的翅膀再加，再蘸一点墨啊，翅膀啊，翅膀的胆的羽毛先画出来啊。那么最后呢，长的再加这里。就这样下来，那么这一张呢又会折过去了，折过去以后呢，它成这个出现的这样，不像这样宽啊，要窄一点，这样啊。那么这个好了以后呢，那么后面呢再画上几个羽毛，可以呢可浓一点的。那么这个尾巴呢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它是转过来的啊。那么我们先把下部腿部的先补好啊，都是那个我都是破边破边呢能够看出羽毛的质感啊，这样出来的。那么好，尾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摘上一点墨那么浓的在这个地方啊，这样你要自己把握好啊，在这边把握好下面再补一遍中间呢我们再用带一点的补上一遍好，这是向下的一个鸟，那么这里呢可以补上鸟的脚它停在这里那么这个脚呢已经看不见了，那我们就先那么如果要加那个枝杆呢可以在这里加别少了你可以慢水分少就是慢一点从这里我们要在画鸟的时候呢同时怎么加枝这样呢一定要配合好否则呢你单画鸟枝怎么配合那也是要同时经营这样呢比较丰富一点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再画一只鸟，这个头呢仰上的仰上的呢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先从鸟的眼睛开始那么头顶呢在这里不是看到胸部的，那么我们这个眼睛呢也要画的画的呢像凸叶叶一样的这看到上的眼壁那么这个眼睛呢在边上呢因为眼睛是圆的了那么我们呢看见怎么呢有一种特色的一种感觉好，眼睛呢画好以后呢，那么再画嘴巴，那么从这里嘴巴呢从这里伸出去这里鼻孔那么嘴巴呢下嘴巴呢在这里有点张开了那么在这里呢有几个硬的毛在头部这个地方那么在蘸一点墨从这里下去这个好带一点上面浓下面带一点那么它这个嘴巴下面的要带一点的这个肩膀上面画出来带一点
沾上的水，花上翅膀上的胆的硬毛啊，这样它是对称的啊。好，那么再画上后面的尾巴啊，尾巴呢，请勾出。那么我们在它的胸部啊画下来啊，这里呢再让它深化开来，头部呢饱满一点，水分啊稍微停留一下，让它饱满一点啊，那么这样下来瀑壁用瀑壁来画这里稍微浓一点也要干的瀑壁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画鸟的脚了鸟的脚呢我们在这里啊也我们也是用像写字一样的这样一边一边一蹬那么后面的一个爪子这样好这样呢另外一只脚呢在那边看不见可以不画啊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补上字一个向下一个向上啊两个姿势我们画好了再画一种啊回头的鸟这个鸟这个头呢回过来的啊回过来的我们也是先画上眼睛把眼睛定下来这个呢好像是很正面的正面的呢应该是稍微远一点眼睛黑的眼睛呢画的是也要留一点白这样呢有点精神好那么把鼻孔先加好也可以啊那么先把下面的一条嘴巴线画出啊再加上面的画嘴巴的时候呢你不要缩落很快要慢这个线条要立头纸笔这样呢来的有力这个嘴巴你也不能马虎那么接下来呢从这里滴上这边那么这个鼻上呢好像太浓所以用指头卸下接下来这个头呢从这里带耳哭的这边从这里胸脯他的胸脯了用淡墨水软一下因为这里是枯壁了那么我们用湿壁来软一下这样这个眼睛呢这样鼻撑出来了那么好那么这里的胸脯胸脯呢画好那么肩膀肩膀画出来这里浓了那么再用一点淡的放点清水再画上正面的翅膀这里它有点鼓动那么这里呢硬的
尾扒好了以后呢，这里还要深一点，那么再补上胶啊。基本上的这个胶的最后方案，那么这个汁呢，可以在这里因为这个尾巴呢在后面，你不能从这里敲过去，不对，应该让开它，这样啊。这里变得是在前面了，那么这个现在它在后面，这样。好，这是回锅的一只鸟啊，那么我们再来画啊，画一个指头啊。同学们，我们刚才画的呢鸟呢是有的小虾蚁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教大家呢画一很细的一种钩法，叫细钩鳞毛啊。你们看画谱上啊，你看它的嘴巴眼睛呢差不多一样的，那么它钩毛跟那个脚啊，那么这个蚁毛啊壁上的这个翅膀啊都是很仔细的钩的，这叫细钩。那么我们来示范一下啊，我们用的那个小鳖啊，这个不能用大鳖了。那么小鳖呢，也是先画眼睛啊，眼睛圈的比较圆啊，那么中间呢，这个眼珠先点好啊，留一点白啊。那么接下来呢，画嘴巴，嘴巴嘛下面一条先画一半啊，画到这个跟眼睛对上啊。那么在上面这一条，这个一般的龟裂它就是鸟的生长规律是这样的，那么在下面画那么接下来呢眼睛边上呢也有点小毛小的毛那么小毛好了以后呢，头上的羽毛呢也有那很细的当然它呢也有长带的变化可以用一点枯鳖不要太涩。好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下面呢也这样一层那么还有一层呢在后面呢这么一层这一层呢好像是耳朵一样的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是它的颈部颈部呢它的钩线呢也是用小鳖有点浓那么再用带的放一点水这样好了以后呢那么就下去了马上钩小的翅膀翅膀的中间的一条线也画出来鳞毛的也画出来那么它的胸脯呢你要带一点的墨水那么一层一层淡淡的这种呢一画呢难得画一下呢也是很有味道那么初学的人呢你这种小的结构呢画好以后呢你这个鸟的影啊给你掌握了如果你要画一些小蟹蚁大蟹蚁基本上你这个影呢已经给你掌握了那么比较方便所以这代过程呢你画一下画起来呢要仔细观察鸟的结构比例尾巴尾巴好了以后呢钩上那个蹄部呢
也是细毛啊，那么这个胶呢也是伤钩了，一夹啊，它是卷起来的啊，一夹嘛拽着啊，那么啊，这样好了以后呢，慢慢点颜色，啊，点颜色呢，我们下一节教啊。好，同学们，我们这个花鸟的啊初步呢，今天就教到这里，下一节再会。